气死我了呀！太可怜了，现在你们看，我只有这么点东西了。你们看，几个奥特曼，然后还有一个德凯奥特曼，这边是两包经典，两包豪华，两包传奇，还有两包的星辰，我都没有了呀！气死我了！那还有多少卡片，我们就拆了吧。本来法卡联盟又来了，我就没有了。记得这个小粽子的表情包吗？他居然委屈的哭了，因为他排在最底下，你们平时都看不到他，然后他就难过的离家出走了。现在你们手机里都找不到他了，有的话就打出来给我看看。让我看看我的小粽子还在不在。小粽子，哎，我的还在耶，快点看看你们的还在不在。点发送，有嘞。不能用这个手势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。听说你们不能用这个手势完成点赞跟关注，来看我的。哎，真的不行呀，你们看，点了关注就不能赞了呀，我相信肯定没有人能够完成。好了，那最后几包的卡包我们就拆掉吧。来，反卡联盟一来，哦呦呦呦，兄弟们，一张蓝 GP， 哇塞，兄弟们，这可以的呀，可能好运还是有的呀。来，继续，一张 SR， 来，还好这张蓝 GP 没被他们拆出来呀，如果被他们拆出来了，我就没有了呀。来，这边都是 SR。看看传奇，又是 S 啊！不会是些废卡了吧，兄弟们，都是些废卡了呀！来看看这个星辰卡包，来，看看是什么？布鲁奥特曼、查克奥特曼、泽塔、杰德、欧布、塔塔洛斯，再看看这一包有什么卡呢？来，一张欧啊，高斯月神形态，这边还有一包。来看看这一包能出什么，来打开来，德凯奥特曼、雷古洛斯、艾克斯、欧布、泰坦，这一包了。来，哦，哇塞，兄弟们，赛罗耶，飞踢赛罗，不错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现在去找反卡联盟圣战了，拜拜。